大美诗书画，笔墨中国风。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诗书画，我是应海荣。春日的荒野里有一种静静盛开的小野花薇，尽管开得并不起眼，但是自古以来深受人们的喜爱。那么薇到底是什么呢？说文解字注里解释，薇是一种野豌豆，蜀地人称之为潮菜。薇菜的种子茎叶都可以食用，每年春天它都会在田间地头蓬勃地生长。白居易曾写下，朝采山上薇，暮采山上薇，岁宴薇亦尽，鸡来何所为的诗句。大意是说，无论清晨还是黄昏，都要在山上采薇菜来吃。到了岁末，山上的薇菜也没有了，还能拿什么来充饥呢？这也从侧面反映出，薇菜早就成了百姓餐桌上的常客。薇在诗词作品中的出镜率很高，比如说唐代王绩的《相顾无相识，长歌怀采薇》，王维的《遂令东山客，不得故采薇》等等，都有提及。今天我们就通过一首诗词来了解一个和薇有关的动人故事。《诗经·小雅·采薇》节选，先秦佚名。采薇，采薇，薇亦作止。约归，约归，岁亦莫止。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；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。行道迟迟，载渴载饥，我心伤悲，莫知我哀。这段诗文呢，节选自《诗经·小雅·采薇》。这首诗以戍边士兵的口吻，写出了戍边征战生活的艰苦，以及对往昔时光的追忆。作者以采薇起兴，追忆往昔，表达了渴望回到故乡的想法。田野间的薇菜采了又采，薇菜细小的嫩芽才刚刚破土而出。家乡百姓的采薇和他们面对艰苦环境的采薇充饥是无法相提并论的。说了一次又一次要回家，转眼一年就快要过去了，也没能回到故乡。约归，约归，却偏偏久戍不归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士兵的思乡之情愈发急切。诗的结尾，或许是漫天的雪花惊醒了作者，于是他从追忆往昔回到了现实，继而陷入更深的悲伤之中。作者说，当初我离开家乡，从军出征来到边疆时，还是春天，杨柳依依，随风摇曳。如今我解甲归田，返回家乡的路上，伴随我的只有漫天纷飞的雪花，放眼望去一派荒凉，一路上又饿又渴，我感到悲伤不已，脚步也随之变得沉重，又有谁知道我心中的哀伤呢？与采薇有关的历史典故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夷齐采薇了。根据《史记》记载，伯夷和叔齐都是商代末期孤竹国君的儿子。孤竹君临终前选择叔齐即位，然而叔齐呢要让给哥哥伯夷，伯夷认为父亲有遗命不肯接受，于是两人先后离开孤竹国。此后两人听说周文王治理贤明，便去投靠。到达周国的时候呢，周文王已经去世了，途中遇到了周武王领兵讨伐商纣，于是他们拦马劝阻道，父亲去世了不安葬，却发动军队打仗，可以说是孝子吗？做臣子的要去弑杀国君，可以说是仁者吗？周武王坚持出兵征伐，最终天下都归附了周朝。伯夷叔齐却以做周朝的臣民为耻，
为了坚守节义，誓死不吃周朝的米粮，隐居在首阳山，终日采食微草充饥，最终饿死在了山中。伯夷和叔齐兄弟让国，叩马谏罚，耻食周粟，既体现出两人对权势的淡然，也表达出他们报节守制的仁者大义，可谓古之贤人也。大美诗书画，笔墨中国风。夷齐二人的让国精神和耻食周粟的高尚气节，使历代无数文人为之动容，纷纷吟诗赞扬。南宋诗人文天祥曾吟出“饿死真无志，梦中醒采薇”的诗句，表达自己不屈的高尚节操。南宋著名画家李唐也曾以夷齐采薇的典故为题材，创作了一幅采薇图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画卷的左侧描绘了远处山下蜿蜒曲折的河流，一直延伸到画面外，留给观者无限的遐想空间。中景山石嶙峋，画家描绘山石的时候呢，采用大斧劈皴的笔法，先用浓重的线条勾勒出轮廓，再用墨笔横扫出阴面，分出山石的阴阳向背。景物主要集中在画卷右侧的近景，我们可以看到伯夷、叔齐对坐在悬崖峭壁旁的平地上，其中的一位正双手抱膝，神情平静，嘴巴紧闭，大概在全神贯注地听对方说话。另一个人呢，右手撑着地面，身体向前倾，两人相谈甚欢。他们身旁有一个竹篮，两把镰刀，点出了采食微菜为生的主题。他们面容清瘦，尽管肉体上受到极大的挑战，但精神上却丝毫没有被困苦压倒。如果细心观察，还可以发现画中围绕两位主人公的三棵树，分别是松树、柏树和梧桐，以树喻人，象征着两人坚强刚毅的性格。伯夷、叔齐始终坚持自己心中的道义，用生命诠释了不降其志、不辱其身的处世原则和伟大志向。而夷齐采薇的精神，在千百年间的口口相传中，早已融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骨血里。